钱了，咱们要不要钱了？不要钱了，钱没钱了。开水了吗？啊，这里面三十个产品，有三十个多。来，这两块，这个是多少钱？好了，水电的，鲁毛牛肉。哎呀，你中国话说的挺好。哎，青哥，哎。你这个水用什么做的？这个是天须一种野生的植被，植被一种野生的植被。没有不用蜂蜜做的吗？这个是高原向日葵。哎，向日葵这个花一样的那个，我就买一个、哎、好甜。这种是哪？这个就是这个天须。这个一盒十块钱，买个礼包就十二个一百块，就优惠一点啊。这种在哪里？这种是在这里。羊肉串，羊肉串，现炒现卖的啊。来来来，羊肉串，羊肉串。哎呀，羊肉串。这个是不是用蜂蜜做的？吃的还想吃？这个不是，这是高原向日葵。不要谦虚吗？只要一盒吗？好嘞。好吃吗，苏丽？我觉得好吃，对，就是在北京有的时候就在这儿吃，他们在做的就刚过来，还有点热。好了，你们是刚刚做的是吗？对，要不要？